蒙河沙恶鬼镇三贤万里有情，这是这不是在这个文里头都会有啦，往生的境界提得很高，不知道哪位祖师写的。河沙恶鬼镇三贤万类有情，这是一个发愿，他说希望希望呢万类有情，就是六道众生，六道众生都能够成佛，证实地就几乎位临佛位了嘛，是这样，这是一个发愿，就好像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，是这样意思，跟往生道也没有一样。那正三贤位呢，就是声闻教法的三贤位跟这个语言教的三贤位当然不一样，那意义上跟实地呢还不到。那三贤呢，就是这个信住行相地啊，那个住行相地，那个地之前住行相就三贤，那到地就登地位，地实地啊，这样啊，那实信以前还不是三贤，那这一次在讲他成佛的过程，不必然在讲往生啊，是这样，但他可以在这里，不然往生当然最终也是一切众生成佛嘛，谁写的我不知道了啊，那应该没那么重要了啊，你把它理解对了，他不是在讲往生啊。很多忏本中，菩萨戒本的印本都保留民国万万岁，对，有什么文武百官啊，什么正公纲泰这些字一样，那不合宜的生灭法都没有人去修正它，我们都是改的啦，我们都有改啊，那他古他这以前的这个打字，以前的雕刻版啊，或者是不知道就把它照抄了，那也没有去校订，因为大部分校订都是校订原文嘛，校订那些后面的那些回向文可能就没有人去校订。我是很细心的，我们都改光光了，我们是这个当今总统啦、啊、那个这个施政无碍，那施政无碍国家才爱评嘛，那文武百官的话是廉政爱民，勤政爱民。那还有廉政爱民啊什么的，我们都有两句的，我们要他做那个对的事，回向他做对的事，跟居不居福位没有关系，他该下来就要下来啊，我干嘛什么长居入位啊，这也不是入位啊，更不能长居啊，长居就作怪了嘛，当然不可以。在鹿港。某位法师起誓，并且给了弟子很多本的佛教期刊阅读，其中有《圣业杂志》，现出家人读，有谈到什么宗教基本法的草案，这是第二版，如果顺遂就不会有第三版再审草案，还得经主管机关内政部核准，报请行政院并。立法机关审议需经三读通过，对，公布使得实施，对啊，然后怎样重视宗教基本法，在谈言谈之间似乎对宗教界有些管理出现的问题，这就是第十三条财务自主原则。那宗教基本法的草案共有21，对，这是第二版，是21条，为了提供简易明显，所以有很多的文字就重缺，经整理已经给师父知其内容啊。那么听晚上说开示说勉励推动该法啊，我觉得很感动啊，那顺利希望能够成功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我以为你有什么问题哈，好，那对对，但我们要知道宗教基本法的推动是一个文化问题。那大法官前任到就是573号写573号意见书的其中一位大法官，有录影我就不讲名字啊，他约我去他家吃饭，然后没吃成呢，因为那天晚上了，晚上没有什么真正的应酬，我们还是持戒的，我们就不吃，然后他也知道，他就做豆浆给我吃，哎，豆浆还要做豆浆给我吃，后来我想啊，你豆浆要绿渣还是可以，但那真的很绿渣哈。那好，那其实是不行的，但是你又叫他不要做，那我们说不过去，那还是一个小罪了哈。如果真的要吃的话，是还是小罪。那他就跟我讲，他说
啊，你这个难呐、啊！我说，我笑笑，我当然知道难，但他讲难是难什么？他说你这就是要跟政府要权力啊，那当然他不给啊。你看看，世俗人是这种想法，看起来也是对，啊，那怎么办？所以说必须要引动风潮才有办法啊！引动风潮就是文化问题。很多出家人甚至或者是宗教徒，他甚至认为、我们宗教很自由啦，盖庙就盖庙啦，出门就出门啦，不是都很自由吗？不是的，盖庙就盖庙，哪有好多法令？你真的去动作你就知道了。而且哦，出家人是被财政部或者是定义为危险族群，啊，特别不容易立户口，啊，立那个什么存款户口的。是这样子，哦，有的直接叫你的师傅啊，不要再弄户口了啊，你有一个就好了，更糟糕啊，这样子哦，很糟糕。他都是，特别是在某一些公家的金融机构里头，哦，他是就他，因为他是有公文下来的，他说他是洗钱高危险群，没有错，洗钱是很广义的一种说法了哈，那但是呢？世间人最会洗钱，但是他知道，因为宗教徒大家的信任度，还有他的一个法令，哦，是一个用一个比较信任的态度，所以他认为，他们是很好洗钱的。他是用那一种贼人的心态来看宗教师的，是这样子的。啊，当然呢，我们也承认了，一般非正规的这种宗教，这种传统宗教，也是属于那种民间信仰啦。很多都是被地方的地痞流氓把持啊，啊，他们洗钱，你在怪宗教，那是人谋不彰啊，然后他硬要搞一个法令来违宪的来管你的钱，然后还讲了一副哀哀怨怨的说没办法啊，那个法上法师他不同意管理钱呢，啊，让政府管钱呢，啊，他就这样讲，他甩锅。其实政治人物心知肚明，他最不喜欢。在宗教当中管钱，因为这一管钱他就难以上下其手，我坦白告诉你，你懂吗？他比我们还更不喜欢所谓的用条文来管宗教的钱，他更不喜欢。但是呢，他要装得想要这样做，然后可以甩锅。那我们呢，我们怎么让他甩锅？是因为这里头具足着一个违宪的明显事实，是这样。什么叫违宪？宗教的捐款不属于世间不特定人士的那种所谓善心人士的捐款，不懂啊？他也不是透过宗教，透过国家的法律保障证明了之后，人家才要去捐款寺庙哦，不是。你看，你看到一个出家师在路上走，你就要看到他行为威仪严整，或者你认识他，你就供养他啦。你不需要说，你有没有政府的认证？不需要。好，寺院也是这样。我们去寺院，你有来看过万佛寺的寺庙登记证吗？我们也没挂出来啊。那你有先看你才来这里参加法会吗？没有啊。你是听经嘛？啊，你看他的营，你看他营运嘛？你看这里的师父嘛？那你就相信。那基于你自己的内在信仰，你愿意这样做，所以他不是透过国家的某一个机制来认定说他叫做真或假，不是，是由你内在的信仰自行判断，这就是所谓的这样说呢。比如说哪一天你要跟哪一个女孩子交往，然后突然间接到这个国家这个什么国安局电话，经过你的电话行为，我们发现你要跟某某女孩子交往，但我们发现她是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坏人哦，所以我们建议你，不要这样做，你会吓死，啊，那是你内心有很私密的感情动作呢，你怎么会被窥探成这个样？今天一个世俗人捐款给一个他信仰的宗教，他是不想被窥探的。这个窥探就变成窥探他内心有很私密的信仰跟私密的善恶选择。你比如说啊，你去万佛寺那里拜佛，结果你来捐给妈祖300万哦，
啊，万佛寺的佛祖缺钱缺的这样，哇，你怎么这样？你去那里吃饭也没给钱，然后呢，七天法会也没缴钱，只买了只买了一罐可乐去那里供佛，然后你在妈祖这边一捐就捐300万哦、喔，哇，你的信仰怎么这么奇怪？你愿意被人家这样说吗？你管我？你愿意被人这样说吗？因为妈祖，我就梦到他，妈祖跟他求我，让他让我拿买到彩券1000万呢、啊，我当然要回他300啊。啊，佛祖都没反应啊，所以只要一罐，这一罐可乐就好了啊。这是你的选择啊，没有人能够说你错，没有人能够说你去张皮你的行为怎样。就像你要娶一个太太，嫁个老公，你怎么？你帅帅的人，你怎么娶那个女人这么丑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说我老婆丑啊？这是我的选择，你懂意思吗？这是最私密的，宪法保障的个人自由跟个人内在精神自由，不然你会恐惧啊。所以，宗教的捐款代表他宗教的信仰行为强跟弱。比如说某人，卖了以后。我最近才知道呢，你股票从这个疫情当中，你海啸赚了3亿呢，哇！我看你万佛寺如意斋主你嘛好啊，你好歹要做这个首席功德主好不好？哦，你还说你是法藏法师的粉丝哦，你会被你愿意被这样亏吗？你管我赚3亿？对不对？我是法藏法师的粉丝，我只能捐给他三万，你管我？这是我内在的决心，我内在的抉择的事情啊。但是公告呢，捐款公告出来呢，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啊。结果你妈妈也看到了，哎呦，要求哦，这个囡啊，讲一个月才给我3000，他去办公室捐30万。你看你怎么办？你看你怎么办？所以完全不能这样做的啊！它是违宪呢，懂吗？中华民国的文官是这样干的，他把所谓的宗教供养的私密行为当作是什么？当作是一般的慈善捐款，你懂吗？这两码子事哦，连法学者都搞不清楚哦。连做院长、副院长可能都不清楚，我这么一句话他听懂，他够清哦，是是是，对对对啊，不一样，他才清楚。那这么维系，你看看，所以它是一个中，它是一个文化问题，它是一个强大辛苦的文化改造问题。那当然也被看作是政治问题，觉得很难，所以我们需要开始栽培下一代。我60岁了，我要开始栽培下一代了。非立不可，如果不立的话，一定会被恶意的乱立，最后宗教会架构在国家之下，变成他的附庸。予取予求，以汉人文化，皇帝管一切这种文化，我不是说了吗？2017年。中央官员还可以公然的对200-300个出家人说：“出家人太自由也不好啦。”他可以讲这种话，真的大胆到这个程度。啊，这都有录影下来。我想因素那场有没有把我录影下来？在台中，啊，台中的那个圣斋堂，谨慎的慎，啊，吃斋的斋，应该是上那个什么，我们的那个宗教联合会，的。YouTube 官网应该是搜寻看看，在里头搜寻看，是这样，所以你说感动了，谢谢你，那感动还是需要你行动了，我需要年轻，我不是说我不需要年纪大的，什么叫年轻，什么年轻，就是说社会观感上面35岁，然后出社会这样子的端，这两端，出社会了，哪怕你是18岁就出社会也可以。他还在读书，读书你现在没空了。说实在话，好，你要调你来做志工，你没空。那已经出社会，那可能有假或者有怎么样啊？那再来，你经济基本上相对独立，好，你不再用你妈妈的，或者你要准备考试，考试遥遥无期呀，
考不好我们也不好意思。再来，你对社会的理解还没有真正进社会。那再来就三十五岁以下，因为说，因为这群人大概最有想法，也是中华民国解严以来，就是我出家的年岁，我三十六、三十五嘛，就是说他就是一路生活在解严的环境里，三十五岁是这样。那这样的人呢，应该要来栽培接棒，那要深入做这个事，就是五周年的纪念，要来做第一线的讨论。我们是如果顺利的话，我们会找性平社团，他们最讨厌宗教的，我们会找一两个可沟通的来沟通看看。我们不会去戳人家汤圆的，不会，也不可能戳了。他们这一代的人也不可能戳，但是我要对谈，可能吵架也没关系，但是吵完了就清楚彼此的想法，所以这是很就是说很挑战性的，也很实验性的做法，所以希望在一个月之内要完成，所以我很需要人。我现在在跟各宗教要人呢、我要逼着他们把人找出来啊！你不能老是找佛教，那最后就是佛教买单。见到边都阿弥陀佛嘞，啊，不会阿弥说咩啊？是那个阿门，还是那个三清道长的？你缺乏这个，人家就会说啊，都是佛教在搞。那佛教又会骂说都是法藏法师在搞，那这样就不对了嘛。所以说我要求他们找出他们自己的人，他们也应该要有人呢、不然这事情大家的事，因为他们都加入宗教联合会了、天主教加入了、道教也加入，现在也在引动部分的一贯道来加入，再来就找伊斯兰教、那基督教其实他因为他比较各自独立，我们也希望基督教朋友赶快来加入、是这样。